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美国 TC Candler 网站每年年末会发表的全球百大帅哥美女名单终于出炉了，所以今天就为了繁忙的大家整理了一下2020年上榜全球百大帅哥美女排行的 K-pop 歌手们。84位，错了，80位 Eunseo，68位 Momo，62位 Kim Do-ah，50位 Na-young，47位 Somi，45位 Chang-han。 43位 채원 38位 닝닝 34位 채령 30位 제니 28位 손 26位 지수 24位 사나 22位 우기 20位 유아 17位 로제 13位 슬기 10位 나나 7位 子瑜 5位 낸시 1位 리사 接下来是百大帅哥排行 93位 루카스 91位 마크 89位 페코 80位 수빈 72位 태민 65位 제이 61位 왕자儿 54位 뱀뱀 50位 제이크 48位 카이 43位 민규 41位 차은우 36位 디에 35位 진 32位 雷 26位 태용 24位 방찬 21位 원호 13位 지민 12位 현진 5位 정구 3位 비 下一个消息是，在上次2020年解散的 K-pop 团体影片中，因为有很多网友们发现到，有一组出道才几天就解散的女团而感到惊讶，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出道最短时间就解散的 K-pop 团体，7位 IOI 273天，6位 여주인공 263天。 5位 키동대 224天。 4位 BBDiva 193天 3位 X1 133天 2位 H2A 1位 Solia 5天 Solia 发表解散的时候表示过，是因为公司本身的经济情况问题而无法继续支援 Solia， 所以决定解散了。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Go ahead and say it already. 너란 꿈을 꿔. I feel like I'm not myself again. I don't fall. Would you pick me?